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成品图，刚刚给大家裁剪过的。这是我们一个正面准备缝合了，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反面，然后把我们这个底部给大家拿出来，可以看一下。底部的话就是我们也是，它这边是一个正面，这边是反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拉链在这里。我们给它对好四个角，给它对好之后，然后用这个夹子，家里面的夹子给它固定一下。这是我们固定好后的样子，因为我们给它固定的话，就是让它两边四边角不容易跑偏了，然后这样子不平衡，所以说我们给它都给它固定。我们现在先拿出一根线来给大家抽出来看一下，这个线直接这样子抽过来，然后准备缝合。我们穿好之后它是这个样子的，准备缝合了。这是我们整体给大家展现出来的样子，全部缝合好之后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反面啊。我们现在给它打开，给它翻过来，就是从这个拉链这个地方